哇，总统套房，《还珠格格》。我什么情况？我什么情况？哎呦！今天放《还珠格格》，肯定嘉宾和这个有关系哈。这太难猜了吧，那么多人。我们就猜那个吧，刚刚扮演八了分那个老师，赛亚的爹。谁也不要帮忙，放他们打，放他们打，放他们打。你们为什么不猜是五阿哥来，小燕子来？也有可能，考虑一下经费，考虑一下经费。如果我们节目组经费足够的话，怎么会老请这样的嘉宾？和这两位最我是躲起来的。会不会是容嬷嬷来呢？容嬷嬷来呢？那李明老师很少离开北京录节目，很少离开北京录节目。刚刚所有出现过的人物，我觉得都有可能，都有可能来。慢呀，慢呀！张起灵，著名演员，1998年拍摄《还珠格格》，并饰演皇阿玛一角，为广大观众所熟知。来人，把紫薇和小燕子送到东王府前关起来。后主演了系列古装剧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，与张国立、王刚形成铁三角，被称为皇帝专业户。天要亡我明教，夫复何言呢？你们在这个时候看这个电视剧，太时尚了。可是皇上，您都没有怎么变，真的吧？真的，除了胡子不一样，以及您更潮了，来到了现代之外，没有任何的变化。好吧，那就随朕回宫吧。哎呀，你既然来了，我们就不能随你回宫了，随我们逛街吧。啊，真的，哎，逛街，天全在街上，没问题。那今天就是我和涛哥全程护送铁林老师，罗西就是负责一些游戏的环节，好吧？我会好好的来伺候你们的。真心话大冒险啊！游戏吗？在专车运行时段内，乘客可以通过抽签的方式决定明星是否需要大冒险。大冒险所获得的里程将和专车行驶里程一起转化为公益基金，投入指定的公益项目中。公益之旅即将欢乐开启，皇上起驾。走着，玩完了游戏，随朕回宫。